七十华诞，献礼。在中国，首批仪仗队女兵中，有很多类似程程和赵颖这样创造多项历史的80后女兵，但其中有一位90后姑娘更加具有传奇色彩。她16岁参加世界小姐大赛，18岁便成为了世界超模。正当事业蒸蒸日上之际，在23岁之前，几乎可以成为千万富姐之时，这位大美女却走进了枯燥乏味、训练艰苦的军营。此后，她军功不断，成为了中国三军仪仗队历史上的传奇女兵。我们佳慧，2014年9月份入伍，现在在一分队女兵中队一分队一班担任班长一职。门佳慧身高1米79，体重53公斤。1992年1月出生在著名的海滨城市大连。这位来自东北的姑娘家境十分富足，她的父亲曾经是一名下岗工人，后来通过白手起家、勤劳致富，成为了大连某水产公司老板，资产早已超过3000万元。在这样的富裕家庭环境中长大，门佳慧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千金大小姐，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。但是她的家教却相当严格，穷养儿富养女这句话在某些方面并不适用于门佳慧。其父亲曾经给她立下3个规矩：不允许她夜不归宿，不允许她睡懒觉，用钱先要报批，用完后还要报账。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，他们的行为将影响孩子的未来，这让门佳慧从小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作风。我在入伍前，我是在北京服装学院就读于那个服装表演专业。面容俊俏，门佳慧被星探发掘，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模特专业，并参加模特赛事，从此他在模特界崭露头角，并不断获得荣誉。2008年，门佳慧获得世界小姐辽宁赛区十佳最具风尚奖。同年，门佳慧参加中国内衣模特大赛，并获得大连赛区的季军。这一年，她才16周岁。2010年，门佳慧参加中国新面孔模特大赛，并获得世界总决赛十佳模特。这一年，她20周岁。这对于一个不是科班出身、作为业余选手的门佳慧来说，已经是成绩斐然。以前可能年龄比较小，更想突出自己的个性。可是现在越长大越发现，其实集体的这个力量是更强大的。2010年，门佳慧考入北京服装学院，但是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她却没有花过家里的一分钱。这个要强和独立的姑娘，利用业余时间当车模做兼职，并在各大车展上再次声名鹊起。加上之前在模特界小有名气，一时间各大厂商和公关公司开始不断地联系门佳慧，邀请她为产品代言或者成为品牌形象大使。其中雷克萨斯甚至出价150万元，邀请门佳慧作为新车上市的广告代言人，但是她却婉言谢绝了，这让她很多的同学感到匪夷所思。毕竟150万元，这对于一个白领来说就是不吃不喝，最起码也要用10年的工资才能积攒到。门佳慧和男朋友聊天的时候开玩笑地说道：我的家里不缺钱，我也不想当网红。凭借颜值和实力，她在模特界或者演艺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，也可以当网红年入千万。但是她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军营。Yeah!
事情了？2014年，文佳慧大学即将毕业，这一年她将面临着人生的抉择。第一种选择，大学毕业后，文佳慧可以回到家乡大连，在自己父亲的公司任职，子承父业，将家族的事业发扬光大。第二种选择，要么留校任教，当一名大学教师，要么找一家公司去上班。第三种，创业。她的父亲曾表示，如果文佳慧想创业，她可以提供人脉和100万元的启动资金。这是一个极有个性的姑娘，她全部都否决了。这也应验了一句话，女孩的心思你猜不透。此时中国正在招收第一批仪仗队女兵，作为大国的形象，他们将首次单独组成仪仗队女兵方队，执行国家最高规格的四野任务。经过严格的背景调查和政治审查之后，2014年9月，文佳慧成为了3军仪仗队的一名女兵。在北京仪仗大队训练基地，由中队长程程和分队长赵莹负责对首批仪仗女兵进行训练、考核与晋级筛选。
骚。